谢谢剑骨送的梦幻星座。Hello 如如 ，Hello 杜武。Hello 保护嘴。谢谢如如送的幸运四叶草。Hello 明晶，谢谢杜送的玫瑰。谢谢家叔送的带你去流浪。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阿拉丁耶，谢谢 Carbomel 送的梦幻星座，谢谢包子送的梦幻星座，哈喽笑笑，玲玲吃晚餐了吗？吃饱了。谢谢北原神奈送的桃花和果子，谢谢 C 送的小仓鼠车车。今天也穿得很漂亮，谢谢包子。Hello， 双眼。Hello， 冯甲人。先挂听，我要去看英文了。好，跟你们说，就是我看如如之前有 po 我的，谢谢钢铁零粉送的梦幻星座。就是我看如如 po 的那个合照会跟握手会的第几步，然后他说我是第五步的。然后就一直以为我是第五部的，认为到我现在，然后我现在才知道我是第六部，所以各位，我是第六部，我不是第五部，我是第六部，因为我上次 po 文说我是第五部的，然后完全没有人要纠正我，哎，完全没有人要纠正我的意思。谢谢保护队送我带你去流浪，我来看戏的，好，你就来看我的戏。笑你，可是没有，可是我跟你们说，如如超扯，如如的时间是对的，是六点半开始没错，如如的时间是对的，可是他的步数错了。然后我上次 po 文也是 po 第五步，我想说不错，各位错了，是第六步。不是，我跟你们说，正确的步数在官网上面，大家去看第六步。还是我看错了？是我看错还是如如看错？没关系，反正大家只要记得是第五步。
好。是第六部哦，是第六部。我还想要不要用特效？遮住这个。谢谢如送的花之青翠是第二部，没错。六六六，谢谢标签送的，我不知道。六部是六部哦。是六部哦，好，是第六部，我稍微弄一下，是第，好了，谢谢战士送的鲜肉汤圆，你现在不就是有个花了？你什么叫有个花了？特效会遮住你的漂亮，没关系，我先让大家记住我是第六部的。现在保护袋送了带你去流浪，保护袋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流浪三啊？我要等，我要等保护队的带你去流浪三，我很期待看到三长怎样。等保护队到三的时候，就帮他掌声鼓励鼓励。还有150几次，太多了吧？加速是怎么得到三、得到五的？转盘换的，太幸运了吧！再开15次，还有150几次，所以你一次送10个吗？现在包子送的幸运四叶草，Hello 玉人。对啊，玉人是不是读什么什么大学的？玉人是不是还在读大学？现在志凯上了梦幻星座，保护队不是每次10个吗？其实我没有去记每次几个。好，拜拜志宏，志宏拜拜，等一下回来。我也还在读大学，你觉得我看起来这么年轻吗？真是感谢你了。我觉得玉人感觉，因为我没有，因为我是看玉人的 po 文啊，他就 po 什么政治大学的表演影片，然后有镜头给林杰的前辈，我想说是政治大学的吗？然后他很常跟我说我的穿着风格很像大学生，我想说大学生还是你是读大学吗？这样，我就这样的猜测，可是我不知道我猜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知道冯甲人念大学啊，冯甲大学。如果说他去看子萱一下，
真的会来。我跟你讲，我不会再相信钢铁的银粉在那边乱讲话了。等到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话，我也觉得就算了。我跟你讲，我不会再相信钢铁骗人了。如已经在领台。谢谢本人神推送的幸运四叶草。如如不说话了，没有啊，每次只要如如不说话，他都在那边乱开始讲话。那是校串好不好？不过我确实以前是政大的校友，政大校友，厉害。谢谢保护队送我带你去流浪。我在看我之前的现实。问你们哦，因为我知道来我握手会跟来合照会的人是不一定，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只来合照会，或有些人只来握手会。那你们觉得？然后我就在想，如果好可爱，期待下礼拜跟下礼拜都可以见到玲玲。然后我在想，我要。因为我一套衣服是 for 握手会的，然后我在思考我要不要合照会跟握手会都穿一样，还是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因为有些人因为来握手会跟合照会的人都是有些人只来一个合照会或者一个握手会，我想说穿如果穿一样的，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可是我在想，就是好难哦。我在想，因为老实说，握手会也只看得到上半身。对啊，因为不是，我是这样想，因为我觉得来握手会的人可能就只有来握手会，来合照会的人就只有来合照会，他可能就去一个而已，所以他就算你合照会看到你那一套，他也就只有看到你那一套而已。我不是没有钱买衣服，是我有我的考量啦。衣服再借就有啦。因为可能你看到我穿那一套，可是你没有跟我那一招，因为你可能看到我穿那一套，可是你没有跟我那一套衣服拍过照啊。就是你看过我穿那一套衣服，可是你没有跟我穿那一套衣服的时候拍到照，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就是我的逻辑是这样子，就是我的逻辑是这样说：你看到我穿这一套，可是你没有跟我穿这套拍照过，搞不好你比较喜欢我穿握手会这一套，想跟我穿握手会这套拍照，你懂什么？我的逻辑是这样子，可是在想，总是会拍到的啊，不然你要每次都穿同一套吗？
是拍到照，是你跟我一起拍到照。拍照的重点是玲玲，而不是玲玲的哪一套衣服有。可能穿哪一套衣服比较可爱吧。好啦好啦好啦，我再思考一下，让我再思考一下。但我应该会穿两套，因为还蛮多粉丝喜欢穿我穿两套，我觉得合理，不过也很难说服粉丝想要哪一套。没有，有一套是我确定粉丝会喜欢的。哪一套想知道？不想，我不要让你知道。我之前直播有提过，有给暗示，可是没有人要理我，所以我不想再讲一次了。既然都确定粉丝会喜欢了，所以你们的意思是，重点是玲玲。OK， 懂了，了解，我懂你们的想法了。志宏回来了。Hello， 田中豆粒王。其实哪套衣服都好看，相信玲玲的眼光。我觉得我从就是从一开始的活动的服装到现在的服装。我觉得最雷的一次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最雷的一次是让我觉得最觉得，我当时怎么会觉得我要穿这套衣服是，那时候好像有一个活动叫夏日约会，夏日约会，对，你们没有听错，就是夏日约会。我真的是 ，Oh my god， 我真的不应该穿那套去的。谢谢本文送的文手礼。现在在讨论什么？现在在讨论活动的服装。为什么？因为想被雷是怎样？我的雷，因为我觉得有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里面本来要加一件瓶口的小可爱，可是我那件瓶口小可爱就突然那一天早上不见，然后我怕我迟到，所以我里面就穿了一件黑色的短袖当那个内底，然后就变得很丑啊，就没有很喜欢，对，就变得很丑。
没什么问题啊，素装没有到很要求，可是我对我的服装有我自己的讲究，就是绝对不能穿什么这样。像我之前期待能超越上次合照会天天的服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超，不知道我能不能超越，可是我相信是。以后要穿不会不见东背心，就很容易不见东，因为女生 很多衣服就是薄薄一小件，很容易消失。放在床边，如果被当成脏衣服拿去洗，不就好了？不会啊，因为我爸妈会问我说什么东西要洗，什么不要洗，所以他们不会乱碰我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是乱中有序诶，就是我的衣服有一个我自己的整理的思绪，就是虽然不会很整齐，可是算是乱中有序，可是还是会有找不到的时候，可是我没有到就是完全消失，就是会突然有一天就自己蹦出来这样。你们懂我意思吗？你们应该也会有吧，就是可能一个小东西然后不见了一几个礼拜之后突然要蹦出来，就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蹦出来，你就会找到它，然后对，就突然蹦出来，自己知道放哪。对啊，就是乱中有序，一个非常非常神奇。没有，好像蛮多漂亮的女生，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只有我，就是我知道，我听我朋友说什么很多漂亮的女生就是都是乱中有序。对，就还房间很乱的人都说自己很乱中有序。谢谢钢铁凌晨中的桃花和果子。 Hello 露丝，漂亮的女生你很符合，谢谢包子，谢谢包子。由此可证玲玲是漂亮的，我没有这样讲啦，我也没有说我自己很乱，但我觉得我自己乱中有序。玲玲，我前阵子看脸书好像有看到你的粉丝团一样的名字，真假的？是有人盗用吗？还是因为蛮多人叫吴婉玲的，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我进 TP 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要用吴婉玲这名字吗？吴婉玲这名字感觉很多人叫哎、欸，因为吴婉玲就是一个蔡佳敏啊，吴婉玲的一堆。确实很多正妹的房间，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很多正妹的房间的乱吗？因为之前不是有些节目会去什么什么很漂亮的女生怎么房间里面看嘛，然后就一看到我就哇哦哇哦。原来如此呀、露丝，哎，露丝是对自己画的画真的很没有自信，因为上次。上次露丝帮我画了一个画，然后那个画是双马尾的，那天好像是运动会吧，运动会的那一天，黄色的 Unity， 然后双马尾的照片，然后腮红很红的那一篇照片，然后我就有看到露丝帮我 tag 我，然后那一张画，我跟你们说那张画超可爱。我跟你讲，露丝的画真的没有让我失望过。然后我就直接看到，然后过没几分钟，露丝就把它删掉了。露丝就把它删掉了。我想是不是没有人留言，还是赞数太少？
因为露丝很常把我就是有时候就会坏坏泡一泡就删掉了。我跟你们说那个画露那个露丝画的比我那张照片还要好看，比我那张照片还要好看，我自己觉得。哦，那个网站名字是曲维朵娜，不是你的本名啦。哦，那可能就是粉丝创的，不知道是哪位粉丝。谢谢保护队送我带你去流浪。还好我有看到那张图，谢谢保护队送我带你去了。我觉得画的不行，我跟你们，我跟露丝，我跟你说那一张画，我真心打从内心觉得那张画比我那一张本来的照片好看，真的完美无缺，好吗，露丝？露丝，你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露丝要对自己要自信一点，露丝画画很厉害，露丝自我，对啊，露丝是有点那个，就是完美主义者，露丝是完美主义者，我真的应该跟露丝好好学习怎么画画，而且用手机画，你知道手机加电脑画，我觉得超强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用电脑的人，不太会用就是三 C 产品的人，所以我觉得会用三 C 产品做很多事情的人，我觉得都很厉害。对啊，艺术家好像真的都这样，就是我们老师也是剧本写了好几本，然后都不满意，然后把它撕掉或者把它揉乱丢掉，然后什么画不好就重画一张什么的，所以他们一张画都要画好几年。露丝画得很棒，你看露丝，我的粉丝都帮你鼓励鼓励，羡慕会画画的人，我也是，真的。还是我来唱一首歌好了，唱一首歌，真心觉得，看，露丝，澳门葡国的人说你画得很棒，谢谢志恒送的桃花和果子。唱歌好，我想要唱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符合我最近的心境。我跟你们说，就是我跟你玲玲拜拜，我先认真弄完英文再来看你，话听会分心。好，去读英文，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试着多多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最近觉得真的欸，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最近开学嘛，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这学期，因为虽然才刚开始，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这学期刚开始的状态比我上学期的状态还要来得好。不管是任何场所，就是而且是应该不是说在哪里，是所有状态都比我上学期就去上半年来得好很多了。我觉得，我不知道是长大来讲，我自己觉得。就是也没有说自己讲，可是是我自己真心觉得，就是帮我自己鼓励一下，就是给自己一个勉励吧。就是我觉得，光就时间管理来讲，因为我之前从国小到谢谢保安送的掌声鼓励，勇于表达想法跟意见吧。可是我觉得我，因为我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一都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很常忘记时间或是迟到，然后就希望不要再复发这件事情，就是很常忘东忘西，很像金鱼脑。就是我知道，好像蛮多人都这样，我就是其中一个患者，这样又有点拖延症，而且我的拖延症是那种很特别的拖延症，是那一种你明知道已经你的时间不够，可是你还是要去做一件你没有必要做的事情，例如，就是我可能要什么，很多人就这样不行，谁知道？就是我可能之前就是已经快要迟到，可是我还是会硬要求说不行，我就是要烫我头发，不行，我就是一定要去买晚早餐，或是不行，我一定要带到什么东西，
带很多东西，然后或是不行，我觉得这样穿比较好看，反正就是会做了一堆很多很多奇怪的事，就是不行，我现在一定要整理这，就算是拖延症。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如果你现在今天这个时间是你要早到的时间，你就必须要在前一天晚上或是闹钟设再早一点去做那件事情，就是可能我必须要6点，就是。我要整理书桌需要花30分钟的时间，我就必须本来要6点30分起床，我就必须要提早个30分钟起床去整理它，这样。可是我之前是我就是想睡觉，然后不管有没有整理掉，反正就是我睡到6点半，我还是想睡觉，我就继续睡，然后就这样就毁了一整天的时辰。什么都，我其实不太会压线，因为我不太会抓这么精准的时间，所以我现在都就是会早起，然后有时间，然后现在我就进阶到我可能可以有多余的时间做我其他想做的事情，再去就是上学或是去公司这样。想法改变很棒，爸爸一定很开心。我肯定比零会拖延。是吗？可是保护队很有能力啊，不会有这问题。我刚刚好像还要讲到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见，就是谢谢 Luson 的掌声鼓励，就是我其实自己觉得。就是别人也这样觉得，我自己也这样觉得，就是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就而且我那种想法不是那种就是别人希望我表达出来的想法，是我自己会，我跟你们说，就是而且因为在那时间的有想法会被别人觉得说是叛逆，应该是说那是一个尴尬期吧，就是尴尬期，就跟刘海一样有尴尬期，就是尴尬期，你们懂吗？就是尴尬期。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处于一个之前不是什么国中有一个课文是我自己有个作文，就是老师给我们写一个作文，是什么一个令人什么感动的事情，生活中让你感动的事情，然后那个生活中让我感动的事情我就写说在 TP 的事情，我就写说我一开始进来 TP 就是很像，我就用我那个酸橘子来比喻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我那时候好像就是快要成熟却又还未成熟，想要赶快长大却时机还没成熟的酸橘子，然后还说什么当时的我很害羞，犹如什么含羞草一般，我就写成就是很用很多譬喻法，说什么自己像颗含羞草跟酸橘子，就是那时候是我的青涩时期，我青涩时期就是酸橘子，然后我那时候很害羞的时候就是含羞草，说碰到一点外界的刺激就退缩，我就这样写，我觉得我这次作文应该蛮高的，对，我觉得这次作文应该蛮高的。用这个用的例子还不错，然后反正就是林也太会比酸橘子，就是强，然后强摘果实不甜，需要慢慢的成长。然后我就写说很感动，很开心，前辈就是可以到 Dixie 组，然后前辈都虽然从前辈很不耐烦，可是却又虽然内心觉得很不耐烦，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可是我还是很感谢他们，可以就是。也是，就是一直很耐心、很细心的照料我这个酸橘子，让我长大。然后我那时候还要写到什么？对，就是我刚刚讲到哪？哦，就是想法、意见那边。就那时候就也是很有想法，只是不敢表达。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学期感觉好像有比较懂得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像。我没有很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很上进，就是有人说我好像很上进，可是我觉得那只是我表现出来，可是我自己并不觉得我自己很上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怎么会这么这样，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很没有，就是有时候了，我觉得我最近状态还不错，所以我
在我状态没有很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很上进。就是别人这样讲，可是我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是有会让人哇哦，原来玲玲也有这一面的时候，就是比较没有这么的。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天，是我今天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今天，就是今天我们在讨论，然后，然后大家都，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班的状况是，每个人都举手发言乱讲话，就是没有举手发言，然后都在讲自己想讲的事情，然后讲的事情也是很没有效率的，然后很没有。好的点子，然后想说好，那我就讲个点子。然后我的点子不是说好，我觉得我就是要这个。我现在想说，可是我就说我觉得，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有提议说是要卖松饼还是水果还是饮料。然后那时候就有提议说，真的，他说我觉得如果要卖水果跟松饼的话，我觉得会卖不完，要么就卖松饼不卖水果，而且水果放太久会不新鲜。然后我那时候给的提议是这样子，然后大家都觉得哦，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可是我给的提议不是说对，我觉得就是要这样，我是给个意见。然后我给另外一个意见是，或是我觉得没有一定要卖松饼，我觉得如果只卖水果也可以。如果怕不新鲜，可以用冰桶这样子。然后大家好像都我就是。就是有点头，我觉得表达意见应该就是不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强势，可是却又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别人觉得还不错。这样，毕竟是人类，肯定也有失去耐心的时候，失去耐心，什么失去耐心的时候，什么失去耐心的时候，持续坚持要多选点固执。为什么聊到这里来了？我不是说我要唱歌吗？结果我们班就是卖水果这样。卖芭，对，好像有，里面好像有芭乐吧。要唱歌吗？再讲一下，就是我觉得，但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这样觉得，我好像还蛮会讲，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嘴上功夫还蛮厉害的，就是对，就嘴上功夫很厉害，就是大家所说的只会靠一张嘴这样。我觉得我就有点像这样，我觉得我不行这样，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天分吧，就是蛮会讲，就是嘴。很会耍嘴皮子，我觉得这算是我的缺点，可是在某些方面好像是优势。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爱从心里暖暖的，你会自己就是一种才能。真的吗？真的吗？
喜欢什么个性的朋友？喜欢什么个性的朋友？我觉得没有说一定要什么个性诶，就是因为我自己算是一个会去配合一个人的人，可是我还是会看诶，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跟任何人都当朋友，用不同的方式这样。可能你这个人你比较害羞，然后我就会变得比较主动，或是你这个人比较主动，我就会变得比较被动，算是会蛮调节，就是你很安静，我就变得很吵；你很吵，我就变得安静。谢谢雷克拉送的桃花和果子。爱一个人是用它过更好，爱从心里暖暖的。谢谢保护带送我带你去流浪，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谢谢陈送的幸运蟹草，谢谢陈送的梦幻星座。我觉得有些歌手的歌都蛮有励志力的，就是你知道，要没有这么谈情说爱的歌。谢谢赠送的梦幻星座。说真的，励志。你是谁？我是小时候的你呀。小时候的我，我快要忘记你是谁。我之前日文歌都听很励志的。多少次几乎被人快不见，梦想快凝结，让我陪你奔跑在无尽的草原，努力找回过去的纯粹，保持你的自然，浓烟你的勇敢，诺言就是承诺，能相约。生物鼓掌是一个歌手。记得你的自然，诺言你的。都听厌世的，厌世的，你说例如是哪一种？面对这个世界，喜欢穿韩系的衣服吗？韩系的衣服会呀，就是蛮喜欢的，就是可是我最近也有在摸索其他风格的衣服。过去的全彩，保持你的自然，浓烟你的勇敢，诺言就是承诺，能相约。跑着，跨过那些忧伤脆弱，只需要能懂得太完美。记得你的自然，浓烟你的可爱。的真切，重新爱上自己，好好拥抱自己，真实的面对这个世界，往前飞。
对啊，所谓厌世的歌曲是什么？诺言就是承诺，梦想远。如果那些忧伤脆弱，需要伪装的太完美。记得你的自由，诺言你的热爱，诺言就是如此的真切。不要变得跟我一样，你说变得很厌世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来需要来鼓励一下如如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啊都一定会有比较黑暗面吧，就是所谓的厌世。可是呢，我觉得这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情绪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会是一个动力。怎么说呢？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因为这些你就会让你去思考怎么会这样。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理性的成分在，就是我在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我为什么会有这样情绪，然后我还有哪里需要努力的，就是为什么会导致我变得像跟现在一样，然后我就去思考，我就会改进它，真的。而且有些这种情绪是会有点像是在恶性循环吧，对，就像我之前说的，心情不好就想睡觉，然后就不想上课，然后就会迟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觉得你只要改掉其中一个，你的循环就会变得没有这么的，就会变得没有这么的坏。我觉得这个可以送给如如，就是可能 down 的时候来看一下玲玲的这段，就会变得就会心灵鸡汤励志起来的感觉，会吗？好像不会。对啊，如如加油啦。我觉得其实恶性循环是默默潜移默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只是我们很难去发现。对，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有点日积月累。就是我拿一个小的例子来举例好了，就是好累哦，我不想，就是好，我又来演戏了。好累哦，我今天不想要上班，我不想要上课，不想要工作，拖着很疲惫的心情去上班去工作，然后就会变得好像很不开心，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好像自己在日以继夜，就是在有点在折磨自己。可是我跟你讲，这时候呢，你就是要找一点小确幸，懂吗？小确幸，然后让你这些生活中有一点不一样的火花。对，就不会一直在一个很恶性循环当中，你知道。然后你们知道有一个词叫仪式感吗？就是仪式感，就是仪的仪，然后方式的是仪式感的意思，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拿一个最小朋友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可能我今天没有什么心情去做今天要做事情，可是我就会想，我做完这件事情我可以干嘛？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颗糖果？我是不是就可以看玲玲直播？我是不是就会跟一个我很想见面的人见面？做完这件事情会得到的快乐什么，而不是一直去想着我不想做那件事情，而是想，就换个方式，就是而是想说我做那件事情我可以得到什么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就是会比较有动力吧。仪式感你懂吗？就是仪式感。公演花圈那套很美，谢谢思琪。谢
谢保特瓶送的享乐环，不管是工作或是上学都会有奖励。然后呢，你慢慢的就会去习惯这样的生活，然后你就会变得比较积极了，就不会一直呈现一个很恶性循环当中。我自己啊，我以我的故事来讲，我已经持续这个恶性循环已经差不多两三年有了。对，哦，我觉得这跟自己的自信也有关系，就是你们懂自信吗？不管你在为什么，我今天要以一个老师的身份跟你们讲这些，就好，我来讲，就是我觉得这跟自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没有过不去的事情，没有过不完今天。今天玲玲可爱的包的，谢谢小小，可是要找票，就是自信这个其实也蛮鸡汤的，又怎么突然间鸡汤起来了呢？就是怎么讲，就是。不管你做的事，像我自己就是当偶像的啊，我从我偶像获得的，这就叫成就感，你懂成就感吗？这对我的个性非常需要成就感，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成就感型的人，因为我很欠缺自信，可是我却需要很自信，然后我很知道我的自信的来源是哪里，像你们可能有人是。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本丸他很擅长写文章，他的文章很优美，然后他语文能力很好，看过很多电影，他讲出来的话或是他写出来的文章或是他推荐电影都会让人耳目一新，然后我就是怎样，我今天都变成小老师耳目一新，他会获得一个这叫成就感，像我给大家饭撒，别人会开心；我跳舞，别人会开心；直播，大家会有来看，我会开心；唱歌，有些人想听我唱歌，我从中得到了快乐或成就感，带给别人快乐，就是我自己的自信来源。我做完这件事情，我会开心。对，好。我居然被一个年纪比我小的女生开导，谢谢。哎，我是姐姐，我有个比我小的弟弟。谢谢玲玲车的称赞。其实说真的啦，我还蛮会去看别人的优点的，但是也会看缺点。可是我的优点占的比一定会比缺点还要多。谢谢保安送的告白气球。真的，找个人让自己放松。放松的活动去做的舒压。我跟你讲，说每个人都一定有自己的缺点，人不太可能是完美的。哦，喜欢一个人哦，喜欢一个人，我跟你们说，我有一句话就是喜欢一个人是。大家听巧哦，喜欢一个人是喜欢别人对方的优点，爱一个人是连对方的缺点也一起爱，一起喜欢。对，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喜欢一个人是喜欢是喜欢一个人的优点，然后爱一个人是爱那个人的，连他的缺点也一起喜欢。这样，最近在赶公朋友生日礼物。应该说喜欢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嗯嗯，我也喜欢这句话。谢谢杜武送的掌声鼓励。
谢谢小杰送的小浪花。哥哥说你猜猜今天为什么下雨，原来 MK 把今天花花吃了。你是不是蛮会安慰人的、啊、蛮会安慰人，没有到很会安慰人，可是我一直很想，我跟你说，我国中的时候啊，就是不是国中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什么辅导老师吗？觉得开导分享跟年纪没有太大关系，反而觉得我们所谓的大人都没五岁小朋友懂得活出生命。这其实我觉得没有梦想，没有梦想，我觉得不是件坏事。可是我觉得你没有认真品味生活，我觉得蛮可怕的。我刚刚讲什么？哦，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哦，安慰人，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很会安慰，因为我国中不就辅导老师嘛，然后我就有很想慕的一个辅导老师，我就觉得他很，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我就觉得安慰别人也是一种优点吧，就是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变成一个温暖的人，可是又几句坚强的心，什么东西？特别是一个很极端的个性。抱歉，我的手，我喜欢夏天你穿背心的感觉。总感觉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生，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生，个性。你是说讲话直接还是怎样？今天的玲玲也很温暖，谢谢包子。今天能休假看玲玲直播真的太幸福了，谢谢包子，也谢谢包子今天来看我的直播。一起来拍拍我的可爱，高马尾和交流海，拍拍我的帅，坏脾气和有眼窄，跟我心动拍拍，偶尔女人偶尔女孩拍，美丽的现在。第一次看玲玲直播就被开导了，哪有？钢铁灵魂哪是第一次看我直播？因为我发现其实粉丝他们不太会跟我讲，他们就是有几个粉丝会，就是会跟我说他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大小事。可是有些粉丝不会，有些粉丝来看我就是开心这样，然后就忘了那些不开心。可是我还蛮说开心嘛，就是蛮感动有粉丝会跟我说他生活中遇到的大小事，不管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因为我觉得有粉丝可以跟我分享这些，我觉得好像可以去品味不同人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演员好像来说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还蛮希望我的粉丝都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的生活，就是各种大小事。我也想看吗？我怕负能量带给你，你会厌世欸。不会，不会。我这个人蛮不会被粉丝影响的，可是家人会，因为家人是自己人嘛，对不对？
不敢再给你太大的压力哦。可以在直，如果不敢给我带给我太大压力的话，我觉得可以不用打这么多了。我觉得可以换个说话方式吧。我的生活很普通，只有玲玲和玲玲以外，没有什么好分享的。认真，对，真的。今天真的很像公演花圈那套，谢谢，应该是这个吧。学校学生生活就那样而已，没有什么好分享。我觉得其实我还蛮羡慕，是我觉得因为我平常有就是上放学之后，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就是放学后就直奔来直播，或是直奔去练习之类的。反正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什么跟同学有太多的相处，所以我蛮建议，我给露露一个建议好不好？就是我真心觉得当学生很幸福，真的要好好把握当学生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交朋友。真的，然后可以去做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珍惜现在。真的，我跟你们说，如果真的要珍惜，不然你问那些粉丝哥哥 ，Oh my god， 我上班好辛苦哦，如果当学生好幸福哦。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是真的当学生很幸福，我不正常吗？我不是，谢谢百万送的掌声鼓励。想起来，玲玲今天怎么这么正？对，我今天怎么这么正向啊？我会突然过几天，突然就是，我，但是最近蛮开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情很这样。对啊，就是我跟你们分享了，我可能改掉了我恶性循环的里面的一部分。对啊，就是我觉得我最近的心境，我跟你们分享这样。心灵导师，谢谢宝特瓶。现在补习班偷看玲玲直播，算分享吗？你旁边同学知道吗？老师知道吗？不会被没收吧？乖乖上课。真的，心情好会想做什么事情？心情好会想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心情好不会特别说要去做什么事情耶，就是我不会特别因为心情好或是心情坏去做什么事情。对，可是我会。因为做了什么事情而导致我心情好，反过来了，对，你有听懂吗？就是我不会因为心情好而去做那件事情，而是做了那件事情让我心情变好。心情好，做什么事都开心。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好像还没有有这种感受。谢谢保定送的梦幻星座，谢谢保护队送的带你去流浪。
不是学生也是有好处，比较有钱可以支持。旁边的同学跟老师一起看铃，真的假的？你在跟我开玩笑吗？玲玲心情好会在厕所唱，没有，我心情不好也会在厕所唱歌。什么在厕所唱歌啦？我跟你说，因为我昨天在厕所唱歌，可以不要讲吗？害羞呢。直接投影大荧幕，大家一起看铃，不要，不要。不是，哦哟，随便你们怎么讲嘞。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继承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白色情人节，我可能去哪个歌词，我想去哪个歌词，歌词呢，我觉得我可能要去哪个歌词，我拿个歌词来，秋蛋起来。首清唱，清，可是我可以唱独家巧克力糖，那是妈妈传授的配方，帮我跳出暗恋的，这不对，不是我唱的，她帮我跳出暗恋的框，在白色情人节才缘分还安排什么期待。连礼物都给不来，多么胆小，就算我活该，在白色情人节才，我的感觉要怎么办？我你懂不懂？明明全部跟你有关，才奇怪。用信件感应来告白，拼命喊覆盖你的脑海，像小说笔锋激战，你收到我无声的呼唤。用信件感应来告白，我也知道太过羞难，睡觉这些明明全部跟你有关，才奇怪。在白色情人节才，缘分还安排什么意外？莫名其妙的慌乱，爱难不成一下超展开？在白色情人节才，没理由的一种恍然，仿佛一眨眼，忽然之间寻回了爱，才奇怪。还有什么？我跟你们说，跟你们说，
想听哪一首歌吗？想着你，我会叫在屋里，盯着秒针哒哒滴滴。才刚刚送走你，笑容挥之不去，泛起涟漪，久久难平。难平。越苦恼越清晰，妒忌泛滥，满意决定不理你。不理你，怎么连我都能忽略？从未曾发现自己的感觉，就算年轻没出马的以为不是太特别。洗衣服，下一首好。要是我更真心坦率地面对你，爱应该早出真心，我也不必顾及全方方向找寻关于渴求关于爱的踪迹。嘿、hey, 就这样。有下一首要洗衣服，好啊。让所以团的有恢复了原形，看白净窗单柔软的飘逸，这是发发再听一听，喘口气，没关系，放松压抑的身体。当明天再一次来临，我将一笔。我跟你们说，每次跳到这边都很累，然后要拉超长的，因为每次会断气。将一笔焕然一新。歌声不错，谢谢思琪，谢谢，谢谢你捧场啊！谢谢本文送的磁浮守护灵，这看那么多次还是觉得很漂亮。最后一步舞曲的好师傅，没他们说的那么刻骨。女孩最后一步，一生梦，一生梦结束，转眼醒了，我才总算领悟。你简直就像是一只毒蜘蛛，毒蛛蛛。逃出了玲玲应该不知道吧？不行啦，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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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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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行不行，这是不被允许的。看一场，我不要啦，很丢脸呢！拜托，可不要在我的台谈论其他的啊，不是，应该讲错了，不要在我的台留乱留言，
留言留言，我的父亲 my father don't my life 那个乱留言。OK 答应我，再这样我要把你ban掉。我要继续唱，我唱完还看到有人在那边乱留言，我真的就是会生气啊，你生气啊，认真生气哦。继续，谁把爱的赌局让我来开场，小伙大生活中胜负看着吧，问问他你是否还记得我吗，当一句话要多少代价， I can beat you can be long me so gamble， 我指望最后他给什么回答，将过往和思念一切筹码承压，一旦弄脏结束的情，一旦弄脏就是个情况。好累哦，喉咙超酸。最原始的我，你是否还会爱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会发现我已经说再见，但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架，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终了永远，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天使灵原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架，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今天忘记截图了，看太入迷了吗？要被我梦里的相遇，这毫不犹豫，大声地说我要说，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架，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知道，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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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平送我小仓鼠车车。这是什么微妙的动作？心酸，好聚好散，好聚好散。大家好聚好散啊！很好，玲玲已经能驾驭嘟嘴。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多顾忌的让星空划过心情结束。等一下，重新唱，大姐。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来，再唱一次。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说的谎，却能让安我睡到天亮。有梦该去闯，现实这一场漂亮的墙。你唱歌好听，你在骗我吗？不能把完美放一放，在无人烟的地方放肆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梦里面的南上窗，蝴蝶飞过了海洋。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泛黄的夏夜，青春的回忆藏，疯狂才永远都不会忘，永远都不会忘。哎，真的适合当那个毕业典礼的歌哎。超适合当毕业典礼歌，这首 TFBOYS 的歌蛮多可以当那个毕业歌曲。哎，这首好怀念国小时候的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算过，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快不清风格，青春有太多委屈的猜测，成长了烦恼算什么？国小的偶像就他们了。
穿上西装，佩戴上一颗爱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灿烂，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的太阳，沦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你说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送过，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眼睛总一总而做，傻傻换不平衡风格，哦，这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沉重的烦恼算什么？谢谢 C 上掌声鼓励 ，Break it down， 什么叫 Break it down？现在持有一点点 ，break it down。什么？现在怎？你有没有爱上我？别人现在还没有爱上我啊？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爱上我？他是嘉玉前辈的，是吧？小鸡大白，你眨眨大大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时候往哪儿摆？每一天上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心和图案和你红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我只想给你更宠爱，就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对你的女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爱。两个家语都不错。谢谢本丸跟本神来送的哦，谢谢本丸送掌声鼓励，谢本神来送荧光棒。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浅浅的笑意打败。一眨着大大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时候长进口袋。不知不觉就九点，对啊，唱完这首歌就要广播。跟你说，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见每一个角落。我只想给你宠爱，就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是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爱。现在本神送许愿瓶。这不是我的手，你不要走，等一个，牵你的手。不是爱，到底是不是爱？我是他妈的满头葱，他脑袋不够。哦，喜欢你唱的好可爱，谢谢。给你宠爱，就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难过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谢谢包子送的梦幻星座。
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算不算是礼拜？幸好因为你不在，一道光洒下来。好啦，我要念榜了，念榜 time。It's show time. 今天怎么英文讲那么多？哪有？我平常正常发挥，正常发挥，懂你们懂的，正常发挥。Learning English 正常发挥，对，就是正常发挥。自肥皂，我跟你们讲，这个不是我打的名字。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我打算要换一个名字。我跟你们说，这不是我取的，是我爸爸帮我弄的。Oh my god！ 大家不要误会了，要误会就误会我 daddy。Daddy， 我的 daddy 呢？我的 boiling baby。第十五名是钢铁的零粉，谢谢钢铁的零粉。第十四名是 Lequa， 谢谢 Lequa。第十三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十二名 CC， 谢谢 CC。第十名是杜，谢谢杜。第十名是易晨，谢谢易晨。第九名是志宏，谢谢志宏。第八名是宝特平，谢谢宝特平。第七名是塔瓦哥哥，谢谢塔瓦哥哥。第六名是包子，谢谢包子。第五名是噜噜，谢谢噜噜。第四名是北原神推，北原神推第一次第四名，谢谢北原神推。第三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二名是家树，家树第二次第二名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恭喜家属第二名，第一名依旧是保护队，王者归来，王者不去，这是必然的，保护队必然的，对，拜托他都放我这么可爱的照片，还能不第一名吗？而且这个特效都跑在我脸上了，好，对，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好，大家拜拜。平常有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牌子吗？牌子没有哎、欸，我买东西不太看牌子，我看那个我还是看，可是我不会看牌子。对，好，没事。其实榜单拿到第二等于第一次了，拜拜。三个 kiss， 因为今天是三月三号。对，三个 kiss， 因为今天三月三号。好，就这样，大家拜拜。是第六部哦，拜拜，拜拜。不行，只能三次，太爱大家了，拜拜。阿嘎拜拜，为什么连拜拜都这么甜啦？哈啊，拜拜。